怎么也做的？这个是妈妈养的田螺啊，妈妈要吃的田螺啊。来，你快点吃你的葡萄啦，不要看田螺。你那个葡萄，你吃完的皮，把它丢这边，把它丢这个盒子里面。这个一斤149元哦，很贵耶。帮我剥。你不是说你自己会剥？要从哪里？你要从这里呀、啊，这里，这个可以剥啊，从这里剥啊，我看看，从这里剥，自己要练习啊，长大了要自己练习剥啊，好不好？啊，直接吃啊，直接吃，直接吃。要嘴巴吗？嗯，纸也可以吞进去，没关系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是田螺。田螺。田螺。对，田螺。好了，你快点把那个葡萄吃完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吃完就要去睡觉了哦，不能够太晚睡哦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要全部都放嘴巴，慢慢吃。